顺的顺的，好吧。有这可以，我要去坐火车。我也在火车站啊。好像稍微刚刚那个不顺一点，这应该误解比较多。不知道他的误解有办法发动？喂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火车会动吗？嗯，哎小，哎，等下这火车是驾驶舱进不去啊。我们是不是要跟那个啊？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圣诞节那个，我们要找煤炭之类的。不知道、欸，可能是不是同一个物件？哎小，我跟繁星现在在一路往不知道哪里走。我还是觉得是观光地图哎、欸。对啊，哎呀进不去，他进不去，他进不去，火车前面进不去。喂，没办法到驾驶舱。嘿，嘿。Yeah, 我们要走到尽头了，边要走到尽头了。那我这边，他那个门都是假的。哇，我会飞，都是假门，直接穿进去。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你卡在，你卡在哪里？我卡住了，是好笑，机怎么放在穿在这里啊？救我！哪里下载？你买这款游戏就可以载啦。对啊，我进来了，进哇塞，这也跑太远了吧？团团你也跑太远了吧？我跟繁星都跑往另一个方向走，看看。对啊，看看到底是什么鬼？我要跟着铁轨走。我也在跟着铁轨走了。穿房子。我这个楼梯上过去是假的。什么都是假的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以为可以去二楼。感谢礼物。我到你那边视野这样。哦，这个可以去二楼哎、欸。这边感觉就没什么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感觉应该就是观光地图。对啊。因为如果有的话，应该蛮明显的。嗯。这里竟然有上吊的地方哎、欸。哎呦，是假的。嗯？我看到另外一台火车了。另一台？哎。从我们一开始进来的那辆火车往前走。可以看到另外一台火车，喂、哦，这边竟然可以跳上来啊！跑到房子里了，这一辆车车，跑到房子里面了，吓死人！你那边有房子啊、哦？这是假的车车。哎、然后进来之后，哦，里面没什么东西，我可以把它拖走，踏上无尽的旅途。嗨、啊，抓抓，打不开，干嘛啦？来，愿哦，感谢。又抓我屁股，我们继续再到屋子里看看。感谢这次留言，哇，抓着人家进去看看。不要，不要抓我屁股，过来旁边看看。过来，你看这栋屋子空的啊。你要跳起来。嗯，这时候叫我走回去，我应该是直接关掉游戏重进了。他这个门可以直接穿进来啊、哦，好远哦。门都是可以直接穿的。哎、欸，门都是假的。有浮空的酒瓶呢、欸。对啊。我这里有个浮空的庙哈，像我拿不到酒瓶，拿不到酒瓶，我拿酒瓶，哎、欸，忘到边边了、欸，我在拿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小雨，那、啊、就是那个啊，是那种沙漠会有的那个球，球滚草，沙漠球，对对对，那个滚草，风滚草吗？哎、欸，雨月不，团团我摔下来了啊，出不去，哎、欸，我摔下来了，可是我没有重置回去。哦，那看来这就不是关卡，所以你要爬。对，我现在看到万里长城。哇，拓荒了，拓荒了。哦，那是猪尾巴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哇，我看到，嗯，太远的沙漠了吧？这，哇，太远的沙漠。玩吗？哇哇哇哇哇，那个长城也一样可以穿透哎、欸。哇塞！都是假的。我解锁成就了，什么成就、啊？成就。是因为走太远吗？我觉得是走太远哎、欸。来喝酒，还有成就，对啊，跳竟然有成就，跳，这个沙漠超大的、欸，它这轨道会陷下去、欸，这是破土的沙漠，破土沙漠真的破土的，我走在沙漠里了，我已经我跟小雨跟一半就不懒得跟了，我已经走去土里了，你要吃土了。假我已经在吃土了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待会一个小时后的备案了。这应该不会不玩两个小时。还有订阅内容吧？应该还有啊，还有其他地图啊。找一下，在那里找吧。只是我们先看了，因为现在才半个小时而已。看一下，短悠悠，短悠悠，喝酒，喝酒，短悠悠。啊，超远的地方。
好远哦，走不完。我要卡你们都去流浪了吗？对啊，我要去流浪了。我要去流浪。居然，我要你们往哪边去啊？我不好说。就是教堂右边的沙漠。我来看看右边。我左边是太阳。你的左边是太阳，太阳在，我没看到太阳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你的左边是太阳，太阳在哪？啊？你的左边是太阳，那我往太阳去好了。我现在走到镜头了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左前方是太阳。嗯。哇。我有找到，我有找到一些了。有左岸卡的。有了有了，我先自己载看看啦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进来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进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说在里面找到关卡。没有啦，他在外面了。他找新的。那就出去啦。好。我在沙漠的边边了、欸，我也是又到边边了，好扯哦，一个的下，然后你们就跳下去了，就跟我一样了，真的？怎么办？我觉得现在最好玩的关卡是等待大厅啊，真的？来、嗯、啊，有钥匙啊，喂，我差一点就拿到钥匙了，我们会进得去吗？还说要先看一下，有音乐。有欸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、哦，所以不一定一定要边、哦，他是边载边读哦，有关卡哦，这个有关卡哦，对啊，这个是有版权、哦，还在 loading 哦，哎、欸，我的头发，虽然我秃头还是会痛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哎，把音乐关掉，怎么关啊？哎，臭大屁股，走开，走开，我要上去了，上去哦，你好力气好大哦，哎呦，哎，哪有负？快上来！你快上来！关不掉。那个是应该音效吧？可是音效有。你不要吃，你就不要抓，拜托你等一下。你先抓，你先抓。哎、欸，看证件呢？喂、欸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！哎呀、我才不会上当嘞！走吧，你先，你换。太凶！哎、欸，不要抓走啦！放开！才到冰淇淋了！抓！放开！哎、我上不去。哎呀！重跳！结论是不行啊。对，我在楼顶。好了吗？前面那个。很小。哎，我上。你要不要看你的那个 Steam 下载那边，他有没有在跑工作坊？有。我刚好像是那边卡住。然后在跑。然后后来下载完之后就可以进来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！等一下！不是，我粘到东西了。哎咻！这里是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上来了！小雨先，小雨走。走！哎，我这里吗？过来了。哎，对，嘿，那你掉下去。哎，好，来，嘿咻！我天、啊！我来了！嘿咻！这什么？快抓我肩膀！抓肩膀，嘿，过去啊！然后再喊说：“不要抓那个！”荡过去啊！荡过来！放掉！哦啊哦！荡到底的时候放掉，你就甩过来了。小猪哦，佩佩猪，小猪来！小猪。华丽的下去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小猪直接往下跳了呀！哇，这样这个角度只看得到肚子哎，看不到头。哎，这个看见肚脐这里吧，旁边看不到灯啊，感觉是在这里耶。嘿，这个木桩上去。应该是这个灯这边的哦，团插队耶！那边有东西吗？过去，有插队，过去，插队。没有，我说你去前面。啊，好可怕、哦！我把你拖下去了，来，过来！我准备运动一下。还要这样子甩啊？啊！我撞到了，小鸡。哇！哎呀！有了！我没下去，我抓到了。我等他停，你那个也太恐怖了！冰淇淋太猛了！呀，靠近上不去！你想象你是泰山，哎啊，砰！哎，落地啦！哎，你还没过去啊？靠近上不去，
不要说。哦，懂了，这里很挤啦，这边很挤。哇，隔壁好刺激啊！我的脸被我的脸被踹了一下，好痛哦！啊，又被踹了一下，我的脸。我看我哥哥真是，哎呦，我上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考进我救你，考进要死。就下面的角度看垃圾，好恐怖哦！好恐怖，你才恐怖啊！你看，你往上，白星往上看。有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不要往下看，你不要往下看呐！恐怖了！耶，上来了！哇，你们救了那么久，救还掉下去了。等下没有中间记录点了、哇，还没有，中间记录点不知道在哪，就要再重来一次，可恶啊！应该是那边，不是那根，那里吧？不是吧？要当那个吧？右边那根吗？当右边那一根吧？你试试看，我觉得要从哦，我还是这里好了，快笑，我怕了，我卡住了，快笑。卡了一下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这个树有点挤，真是哎呦，过头了！难的吧？那个差点下去，等下我上不去。哎，快了，快了，快！哟啊，快笑！哎呦，考级过了，考级过了，考级过刚刚那边了。哎，考级一样过了。这边是要用蹭的哦。我知道跳到对面去的意思吗？哎呦，过了，过了！等一下，我在挡下。嘿咻！哦，我跳！哎呦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喂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过去！我跳！呀嘿！有了！保存了，保存了，保存了，保存了！存了吗？有，你那边有保存？有有，他刚好远了，这里超难呢！喂呀！嘿咻！挑战自我，下一位挑战者。没没没，我要等他荡。他实在有荡的有点冰淇淋发出惨叫，哎呦，冰淇淋融化了，有存档点的，有存档点的，你是抓到底部是不是啊？对，抓到最底部，所以不能抓上面喽。靠近，靠近需要翻身，可是我刚跳过去抓那个，靠近需要翻身，哦，来，上来了，喂，靠近。小兵小，喂，靠近被转到另外一边，好像再来继续荡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两个了，小黎啦，你还是我跟卡在那边，不要推我，你们那边很精彩，我不要安全走，你快点过去。卡这边吧，卡这边吧。抓我头！这要抓到最底下面那个也太难了吧？超难啊！哎，没有卡左边，卡左边。第三位选手飞走了。返回起点，翻过去，有了。哎呦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四位选手，我把他推整齐一点。走路也要够吧？加速这样可以了。啊啊！这个方块。这个方块好不对称。第四位能不能抓到呢？抓最下面了。对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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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录好了。哎呦，第四位抓到了，抓到抓到了！哇，抱的抱紧紧的，哇！哇！咻咻！哎，过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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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过来过来！喂！我的头！放松。哎，有了，抓到了！哦，到了！哎咻！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！烤鸡就没人要看了吗？看一下啦，看一下啦，好可怜哦！秀秀，这烤鸡好抖，看起来好吃哦。它那个肉，那个屁股，哇！等一下，这怎么还在晃啊？哎，怎么掉下来了？这要搬上去，是掉下来了？怎么还在抖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抖自己身体，能搬上去？你们要抓我？抓你吗？很难抓得到我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笑。好笑。嚯，你没抓到，没抓到，没抓到，再一次。嚯，你说鸡会飞吗？哇！鸡在飞，鸡在飞，真的可以这样子？哎笑。
我来了！哈基找我，哈基找我！有，嗯，抓你！你抓他，他会把你冰淇淋怎么一直哦、啊？我在研究他们怎么上去啊？这要叠上去吧？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有繁星绳子了，抓他就好了。繁星绳。好猛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手，好，我上来了。哇、哦，繁星绳子，哎、欸，对啊。繁星的脚的声音，对呀、啊，结果，你要结果，等一下有人头被箱子压。